等個玻璃泡喺度慢慢變軟，變軟之後咧先開始集中加熱，打開氣孔燒佢。燒嘅過程咧，依度做支點支撐住，之後後面嘅手慢慢一路轉佢，燒住個頭。慢慢燒。當佢咁上下時間咧，冇感覺上望到冇咁利咧，就可以擺埋一邊，攤凍佢啦。燒咁上下嘅時候咧，我哋又塞翻細個氣孔佢啦，然之後又係回圈，等慢慢降温。當降到咁上下，就可以擺埋喺裏邊啦。